这边是没有遮蔽物。我们要停车了吗？完蛋了，真的是哇！我觉得应该是要等别人来吧。啊！干嘛？耗子！哎！你慢慢走啊，你慢慢走、啊，快过来！我觉得你应该很聪明啊，不要靠近。他看到这步田地，他都知道不想了啦。哦、所以你是来应征的。噔噔！哇，杀姐的愿望啊！哦，我们要去哪里啊？哈，今天都还没有收到任务卡。我们该不会要做早餐给去山上看日出的人？嗨，伙伴们，请为台湾每天最早运行的阿里山日出的列车工作人员们准备营养美味的早餐。我们四点就要上班，四点就要上班，所以几点吃早餐？现在天还没光呢。哦，开工了，好冷哦。哎哎，整个天是暗的。哎，豪哥差不多了，你要很焦吗？火太大了啦，火要转到最小最小。我刚没动过。你们两个设定一个惩罚啦，一人煎五片。你现在是不是很闲啊，元老？我们这边水深火热煎肉啊，你在那边玩游戏，你是不会过来帮忙煎肉吗？国哥，这卫生纸用完不要到处乱丢了。我不喜欢站这个位置，你站这边好不好？不然他当然是盯着我。你这样只有左知道饭，没有知道料啊！你要正常，你自己吃饭团的方式吃啦。奇怪，问我吃饭团，你也要管呢？你别嘴定了。